品世间美酒，交天下朋友。大家好，我是何以见得，刚刚下楼取个快递回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有9.9块包邮的酱香型的白酒，号称是纯粮食酒，而且是昆沙工艺。我也之前没有喝过这样的酒啊，也没买过，所以这次特意的买了两瓶来验一验它的好与坏。好了，我们现在来拆包啊。就是这样的啊，纯粮原浆老酒1986酱香型白酒，配料水、高粱、小麦，执行标准也是26760/2011级的，生产日期还是不错的，2017年9月19号的白酒。我们来试一试。撕掉这层纸以后呢，就是一个光瓶的啊，什么也没有。我们倒一点啊，我们先来闻一下它的香味怎么样。很淡的那个酱香味，基本上它要如果不说它是酱香型的，我都闻不出来是酱香型的味儿。来尝一口怎么样？啊，入口辣嗓子，不好喝，没有回味啊。我再试试，这个绝对不是纯粮食的酒。入口呢辣嗓子，然后呢没有什么回味，后续的有一点点这个酱香味的这个感觉。我感觉这个不太好啊，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9.9块我买的，我估计也就是能炒菜当个料酒吧。希望大家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尽量不要轻易相信这些夸大其词的而且又价格特别便宜的这种白酒啊。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